这个小子还真叫实力，还是只长那么一丁点儿。哎，费劲儿，怎么就没有一天变大的好事儿呢？怎么回事？真的变大了！老张、老李、老王，孩子他妈快来看呐！准备好了吗？南瓜雕刻大赛现在开始。 嘿嘿，冠军非我莫属，急速雕刻。我是不会把冠军让给你的。今年的南瓜长势不太好啊。时间到，让我们看看。小胖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刻南瓜呀，用嘴刻的。瓜呢？ 南瓜太小了，刻没了。来任务了。探测到失踪的书灵，真的变大了。神奇小队，集合完毕，开始变身。 出发！到达异常地区，飞船准备降落。 这些都是南瓜吗？好大的南瓜呀，够我好好雕刻一番的了。你肚子可没那么大。我定位到树林位置了，在前方128.59米，距离地面4.53米。 只要在南瓜摆过来的时候，抓紧时机跳到旁边的藤上就可以躲过。小胖，跟着我，走，跳，跑。完蛋了！哎呦！哎！
这是啊，小雨啊，嘿嘿，吴甜甜绝对不会被同样的叶子打两次脸。吴玲，你疯了！你们这边好挤呀、啊！凯胡老师，快帮帮我们吧！如果遇到困难，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放大镜，这么大的南瓜还要放多大呀？发现问题的根源，才能找到答案。南瓜狗、南瓜籽儿、燕麦、橙子。原来叶子上的这些白点是虫子啊！以我的浅见，这些是介壳虫。大南瓜叶蜷缩斑驳，和地上的粘液就是介壳虫引起的。哦，舒灵挥动叶子是想告诉我们叶子长虫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皮粉，1500克。好，停。皮粉溶液呈碱性，可以溶解虫子身上的蜡质，附着在虫体表面，使害虫窒息而死。最后一片。打工告成。都怪我冲动，误会你了。舒灵，舒灵，跟我回家。哎呀，快来！我向你们保证，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南瓜。我的大南瓜呢？老糊涂了吧你？哪儿有大南瓜呀？走了，走了。别走啊，是真的。孩子他妈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！哎呀，回家吃饭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天地玄华，宇宙洪荒，属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还是我雕的拳头最好看。来来来，吃饭了。来了。我们的作品不能吃。丁香小胖。